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介绍 GMCC 万通贷款的 Charles Zhao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Charles 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你们好。 Charles， 我想到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的 refinance， 可是现在正是在 COVID 当中，那么就牵涉到做 appraisal report， 会有一个外人来到自己的家里面，对这个 appraiser 来讲他也不放心，对我们自己 household 的人来讲他更不放心，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吗？哎，好，周乐，你这个问题啊相当的专业啊因为确实有这样，因为大家都知道做过重庆贷款的一些朋友啊，你们应该知道都会需要做估价报告。那做估价报告的话呢，那估价是一定会来到你家啊，做差不多15分钟半个小时啊，这个测量到处走走看一看，拍拍照片。那么我们现在这个 COVID-19 的时候的话呢，这个就是比较 challenge， 就是比较这个挑战性了啊。那特别是对一些出租房屋的人来讲，哦，对，对，有些朋友他说我要做重新贷款，我的这个出租屋利息蛮高，我现在要做重新贷款。那么出租屋的话呢，那这些当然有一些这个租客嘛啊，这些租客的话就有的时候他不想跟你合作啊，他说哎，我这个我就不想叫人家来我家这边，对不对？那怎么办？对对对对，那当然这个有很多了，有的时候估价师他说哎呀，我也这个 area 我不大想去啊。那么所以的话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不过的话呢就是有。我们公司啊，我们 GMC 是这样，我们 GMC 一半的这个重新贷款的这个 case 啊，一半以上基本上都不需要去家里面去做估价报告。真的啊？为什么呢？对，那么等一下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啊。那同时的话呢，我们最多也是有的时候会做一个外面走一下，拍个照片，不需要进房子里面去啊。那么这个的话呢，我们叫 appraisal waiver， 或者是叫这个 exterior appraisal 就可以了啊。那么我们的话呢，这个距离为什么这么高呢？我们 GMCC 万通贷款的话呢，我们是房地美、房贷美直接审核的这个这个 lender 啊，他们批准的直接的卖家 ，OK。所以来讲的话呢，他们这个我们公司的话呢，我们 in house underwriter， 就是我们 in house 我们贷款的审核员，我们是完全是按照这个。他们这个 Fannie Mae 跟 Freddie Mae 的这个 guideline 来做这个决定的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额加的条件啊。如果对一些好像一些 broker 公司来小的话呢，他们呢是要通过一个中间的一个wholesale lender。那么这个 wholesale lender 的话呢，他们对这个 broker loan 啊，就是看得比较严一点，比较保守了啊。他们就是会有一些附加的条件。当然就说我们也是从 broker 里面做起来的，我们公司2005年成立。就是从 broker 开始一步一步做到今天啊，这个 mortgage banker。所以的话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是条件方面会比较，所以说这个几率不是太高，有，但是没有像我们这么高。我们现在差不多一半的 file， 我们都不需要，去房子里面去做这个。所以要贷款要找 direct lender， 你们的选择多，优惠多，那甚至可以做 appraisal 的 waiver， 这个实在是太便利这些消费者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在这么低的低利息的环境之下，那有哪一些方法或者要有什么样的思路可以让消费者贷款人可以拿到更低的利率呢？ Charles。对，现在来讲的话呢，这个时期啊，真的是一个黄金的时期，对我们很多的这个广大的就是房子的屋主啊，这个是非常好的消息，因为30多年来这个利息是最低的时候，所以的话我们也非常自盲 ，OK， 我们也非常自盲。那么基本上你要看到，如果你利息比你现在低 0.5 的话，一定会做，一定要做，一定划算嘛，一定划算。那么基本上你要做的话，也是做这个 no pawn no fee。那么另外的话一点的话，你要找一些银行的话，就是说员工充足的一些公司，像我们的话呢，我们公司一直在不断的招人，我们现在还在不断的来招一些这个有人才来我们公司，所以的话呢，我们 closing day 的话呢会不会拖了那么长，因为我听说有的这个大的银行他们要60天90天才可以 close escrow。 那有的话呢，对，利息是好，但是的话呢你也不要错过机会，拖的时间太久啊，这个也不好也。所以的话呢，我希望这个广大的朋友的话呢，
你 GMCC 你们可以打电话，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贷款的经纪啊，我们在电台上这个报纸上都有很多的资深的贷款专员在上面，你们可以跟他们联系。同时的话呢，你们也可以 login 去 www.gmccloan.com 啊，上面的话呢，我们有自动填写申请表的一个 engine， 你们填上去之后的话呢，我们有专门的这个贷款的专员会跟你们取得联系。那安全的功能在这个网站上来填写自己的 financial 的一些情况，可以做到滴水不漏吗？哦，这个我们这个是 very secure， 这个是一个非常 secure 的一个 website， 绝对是不用担心。是，甚至我有听到有一些人呢，他们也是做 loan broker 的，他们说他们的公司有规定每一天只可以锁住几个利息，像这种情况在 direct lender， 比如说 GMCC 万通贷款是没有这种限制的吧？哦，那我们这个你要每一天我们是这个开放的，你要锁多少利息就可以锁多少利息啊。嗯，我们有的公司有一个这个做了非常好的一个 top，OK， 他有一天锁了将近100个 loan。哇，他怎么能够 handle 呢？所以你们的 back end support 也得跟得上这么蓬勃的一个市场。因为这个做这个房屋贷款呢，啊，这个 mortgage industry 啊，这个真的是需要很多的一些，当然我们做的全部是 paperless 啊，我们做的是 paperless， 没有纸张的。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保护我们消费者的一些，因为人家给你一个 bank statement， 纸上你到处一不小心扔到这个废纸篓里面的话呢，被人家拿掉也不好。所以的话，我们基本上全部是没有 paper 的，但是的话呢，也需要很多的这个人力在后面，完成你的整个的一个 processing。好，我们非常了解了。那我们今天了解了这么多 GMCC 的这个作业的情况，尤其是在低利息的时代。那您怎么样看2020年从现在一直到年底的利息，还是会这样子高高低低，但是还在一个很窄的水平吗？啊，这个2020的话呢，是一个非常之年了，大家都知道，太多事情发生。对，我们这个加州刚刚那个火灾，也不知道火灾会不会再继续啊。嗯，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在大选之前这个利息还会保持比较低的这个。那么这个联邦储备费的话，他们也有一个 policy 啊，这个 policy 的话就是说希望保持这个利息，应该来讲升的机会很少很少。是，还是继续看好这个贷款的市场的。今天呢，非常感谢 Charles 来到我们的娱乐漫谈，谢谢您给我们这么多的 latest input， 非常感谢你，祝你健康 Charles， 谢谢你。观众朋友，我们这一段的访谈结束，我们之后还有一段访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而家喺美加各地都可以收睇到三藩市湾区 KTSF 26台嘅精彩节目。三藩市湾区嘅观众可以透过 KTSF App 或电视收睇，其他地方嘅观众可以透过 SPTV App 或上网 sptv.ktsf.com 收睇。